场打得这么难堪，您有考虑过换个战术吗？我今天还得问一句，你们爱排球吗？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？张长明。我们要了。这二传有什么名字？丁霞。惠若琪。以前国家队是十二个人，现在我可能选三十个人。三十个如果不够，那就一百个。为什么打球？为我爸妈。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。再想，成为你，那你就搞错了。其实我就是放不下，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。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，放开了打，豁出去打。中国女排，走！我和你们在一起。你是我见过最棒的球员。你不用成为我，你只要成为你自己。今天就练到这儿吧，去谈恋爱吧。